跑是很多人都遇过的问题，这种情况尤其是在早上睡觉醒来以后，第一泡尿液是最明显了。很多人却不把这个情况当作一回事，但是以后大家就要重视起来了。如果常常出现这种尿液很多泡泡的情况，很可能就是肾脏出现问题了。出现泡泡尿是因为尿中的蛋白浓度较高，会使尿液的表面张力增加，从而激起泡沫。一次性的蛋白尿可以由高热、严寒、剧烈运动、精神紧张等情况引起，危害不大。如果是持续性的蛋白尿，就有可能是肾脏出现问题了。其实这个情况一般是早期慢性肾病的典型特征，严重的就会慢慢演变成肾衰竭，所以大家一定不要忽视哦。为了防止肾